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讲将生蚝添加到音符上的快捷方式。很简单，请大家跟我一步一步的来。第一步是要把音符写到乐谱上。现在我把这个 F 再来看，填写到谱表上。现在要添加一个升号，这个 F 上面怎么办呢？大家用你键盘上的加号就行了。大家来看啊，键盘上面我们有两个加号，一个是这个加号，另外一个是这个加号，两个加号都行，任何一个加号都可以变成升号，这是快捷方式。大家来看啊，我按加号，现在变成升 F 了。现在我要写上 C，我要把这个 C 变成升 C。那么呢，在键盘上面按加号，变成升 C 了。这个是加上去，这是写上去。如果我们以前写好的乐谱，我觉得这个地方要添加一个升号，怎么办呢？比如说这个音符是 G，我要把这个原来的这个三级和弦的这个三音，我要把它升高，变成升 G。那么我选择这个 G，大家看这个 G 已经选择了变红了。现在我们摁一个加号，这个加上了。如果是这个地方是一个 C，我们要加上去的话，要加上一个升号的话，选择这个 C，然后摁一个升号，是不是很简单？好，今天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，谢谢大家观看，再见。